二三，乌鸦在我头上啊！你这样给我嘟个嘴巴，我看看这。嗯，哇！你看啊！哇，你别动哦，我要给你拿过去喽！看我这儿，喂，嘚儿！哎呀，是不是错了呀？我是应聘化妆师来，然后是给负责给孩子选衣服化妆，然后后来就觉得逗引孩子这个就是比较开心比较活泼，时间久了吧，然后就开始去慢慢的往这方面去勾去学。好，我要来了哈，来一二，哎呀 hello， 给我打个招呼，你说嗨。这么大年龄的孩子玩的话，你就要把你当做跟他是同龄人，就把你自己当做自己的一个孩子的年龄的心智去玩，特别喜欢小孩，特别是那种就是你小孩就是那种软萌软萌的，对你一笑，你觉得哇，就是那种太阳瞬间出来的那种感觉。